星星姐姐，你看到了吗？这一拳根本就不痛，还有这一拳，跟这一拳都不痛。当然这几拳也一样，我明明可以闪掉，但我还是决定让他打。我真的是故意的。谁叫你选勇敢的人吗？ 我想跟你说，我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我变得更强壮，更勇敢。我已经可以保护你了，完全可以保护你了。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让你眼泪掉下来。 从原子里炼出细木质超细晶，邪恶的巨鳄博士侵入科研中心，想夺取超细晶里的神秘力量。我心目中的超级英雄闪电怪客，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巨鳄根本不是闪电怪客的对手，为了不让巨鳄夺走超细晶，闪电怪客施展闪电双龙闪。 意外的，超细晶劈成了两半，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巨鳄与其中一半的超细晶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大怪物。更悲惨的是，能量释放造成的大爆炸，好多小孩一夕之间失去了父母，变成了孤儿。闪电怪客也从此消失不见。之后，巨鳄在城市里兴风作浪，没有人可以制服得了他。幸好。 阴坡侠出现了，他的阴坡可以震碎巨鳄身上的超细晶，完全不怕巨鳄的招式。最后，阴坡侠打败了巨鳄，变成了这个城市里的大英雄。巨鳄只能够东躲西藏，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力量。
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只要她对我轻轻一笑，就会有一万个天使在我的笑容上飞舞着。其实我遇到脑残，你先给他这样一脚，那就这样给他一拳，要不要？不然就是我这样架住他，然后舔他耳朵。啊？为什么要舔耳朵啊？胖子的耳朵很敏感呢。那为什么是我要舔啊？因为你的舌头比较大啊。啊？连爸妈都不要小孩，还在看烂漫画。厨房里的烧水都被我收集起来了。看你们是要拿来吃，还是拿去洗脸？杀他！不要老骗我！你们杀钱的，出来！你要打我还是哪里？别跑！好像是外面耶，所以这是秘密通道，我们可以每天出来玩呢。这样走，哎、欸，等我、啊。哎、欸，一志，你要去哪？天黑很危险啦、啊。怎么一直打雷啊？奇怪。生欸、哦，好痛！那你走前面好不好？快走啦，白痴哦、喔！闪电怪客，嗯，好臭！
你是闪电怪客对不对？有人吗？我刚好看到你把闪电接过来，你一定就是闪电怪客。闪电怪客，听说你是吃电池长大的，可是我吃了几颗，怎么都没有用啊？怎么都不理人啊？他不是聋哑人士吧？闪电怪客，我知道其他人讨厌你，可是我们不讨厌你啊。我知道你只是做了一个超级英雄应该做的事。走开！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是超级英雄。滚！没看到他都不理我们吗？胆小鬼躲起来了。我们走了，留在这里没意思。走了。我知道他一定是闪电怪客，走了啦。也知道他不肯承认的理由。逃出去玩的下场，就是被关在禁闭房，不会饿吧？还不准吃晚餐，不会饿了。但是也没差，反正我跟健汉都被关习惯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爸妈为什么不来接你？他们在做很伟大的事情，等我长大就会来接我。那我们长大以后会不会变成不良少年啊？不会，也不可以。欸，星姐姐，你真是太有义气了。下次怕你被关在这里，我一定会把厨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偷来给你吃。谢谢哦，笨蛋。星姐姐，你要走了？对啊，不然还要留在这里陪你们呢。可以啊，我要走了啦，白痴。哦，我决定了，别离谱。我发誓，长大以后离开孤儿院，我永远再也不要回来。而且，我要娶星星姐姐当我的老婆。要娶星星姐姐当老婆的人是我。那个臭臭的大叔是不是闪电怪客？真的很重要吗？如果我是你，我就立志，将来当一个比闪电怪客勇敢100倍的人，而不是像他一样，明明就很厉害，还躲在山上。连自己是谁都不敢承认。所以你喜欢勇敢的男生咯？每个女生都喜欢勇敢的男生啊。那如果我长大以后成为宇宙无敌超级勇敢的男生，你就嫁给我好不好？好啊。星姐姐，你锦藤华功力完全没有进步哎。那个是你自己长得不够帅。哎，先不要扫。干嘛？晚上帮脑残夹菜啊。脚走开啦！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啊你？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城里上大学了。你跟建汉要是再被关到监禁室，我可没有办法再偷东西给你们吃了。到时候就准备饿死吧你们。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什么脸啊？舍不得你的脸啊。你们很快也会离开孤儿院的，到时候要记得来找我。那你会写信给我们吗？不用，写信那么累。不管。好的。
云兰乖一点，不要老是惹人家生气。走了。王奕志，叶剑汉。奕志，剑汉，你们好吗？我现在自己租房子，这里的环境比孤儿院好多了。不过没有你们，我虽然少了很多麻烦，却也少了很多小事。我刚刚才来到这里，还没有认识太多朋友，但我相信我会的。倒是你们呢，不要太调皮捣蛋了。现在我可不能再偷东西到禁闭房给你们吃喽。王奕志，其实课业压力好重，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不过为了考上正式教师，我会加油的。王，我知道你们讨厌读书，哎呀，早知道我就说，我喜欢努力用功读书的男孩子。王奕志，叶剑汉。哦，对了。我现在在百货公司打工，可以赚生活费，又可以学打扮。你们下次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哎，问你啊，你会被胡姑婆处罚吗？不痛不痒。为您插播最新消息：国际会议中心发生恐怖攻击。根据我们记者现场掌握的讯息，主嫌居尔和他的同伙在国际会议中心引发一连串的大爆炸。警方已经紧急疏散了数百位的民众，英波侠也赶到现场和居尔陷入苦战。希望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然后你现在不开心吗？你们两个来看我，我当然开心啊。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头发又长了，赶紧帮你剪头发。第二个呢？我希望我可以赶快存到很多钱，然后买一间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房子。那第三个愿望呢？第三个不能跟你们说。我希望我们还是不要吃好了，好不好？你想跟心怡姐姐接吻吗？接吻啊！芊芊姐姐，
睡不着啊？赶快睡，明天你们睡饱以后可以来春天广场找我啊，我一整天都在那边打工。真的吗？其实你们今天来找我真的很开心。可是吧，白痴，你是没看到百货公司啊？哎，青音姐姐在那儿。哪里啊？哪一个？穿白色衣服的。每个女生都喜欢勇敢的男生啊。我不回孤儿院了，不是说要去考警校？当警察很适合你，但或许不适合我。
希望下次看到你，我可以叫你一声长官好。所以，我下次看到你，你就是拳击手了吗？请问一下，我想打擂台，是在这里报名吗？台上，我想要打拳，在这报名吗？你想打擂台啊？对，我从小常打拳的。你的拳在哪练的？摆个姿势我看看吧。好啊，我跟你说，我从小啊，这里，来，我们过两招吧。你妈怎么没来陪你报名？这么瘦，是要跟谁打？好了，完全。要上来吧。擂台不是你这小鬼该来的。哎，开门啊！哎，你输了在我这儿，你不要了。哎，我叫你闪电怪客，叫我放闪电好不好？你不教我，我就去怪一次哦。我要跪哦，我真的要跪哦。我知道。你当初都有保护所有人，才站出来当闪电怪客的。你教我好不好？其实，我爸妈不是死在一场大爆炸里，我是被抛弃的。我跟你一样，都是被大家不要的人。我才是你。孤儿院，你真正的孤儿。我爸妈不要我，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想要变强，连我喜欢的人有危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许我变强之后，可以做很多事。到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我为什么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先跟你声明，超能力是不能练的。你的长处是什么？我从小就挨打。好，我就教你挨打。痛不痛？痛。痛不痛？痛啊！
他们跑，不动，不动，不动。没错了，你想要不痛呢，就是要把你大脑 B 区的神经跟皮下神经的连接切断，这你就不会痛了。那请问一下 ，B 在哪里啊？就在 A 区旁边，也可以说是 A 区跟 C 区的中间。啊。超能力，我妈怀我的时候被闪电打到了，所以我一生下来就会吸电放电。这种巧合我没有的选择，只能接受。看看能用闪电做些什么。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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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干嘛那么辛苦？哎，用手，啊，用手拿，快点，趁热嘛。结论就是，无数命运跟巧合加起来，才会诞生出超能力。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啊！想完全发动，放炮，不用。好。反正超能力，你这辈子是没有指望。你呀，学会怎么在擂台上站久一点就对了。哎，放下，放下。不知道你介不介意给我摸一下？不不，怎么着？不痛。好，来了。尝试什么料？我帮你吧。好。鱼丸、牛肉、饺子、豆腐、啊、鸡肉，多吃点青菜。好了。怎么吃啊？你没有洗手啊？现在的你。全身上下都有超多的忍痛能力，但是就差一个地方。短跑倒是挺快的。上次比我那个废物出来，什么？怕了？躲起来了。你又来做什么？我来应征拳手的。就凭你、啊、阿旭，你过来。今晚的比赛原来的选手不能来，对方是联盟的新人王，要不要打？我的腿还没好。其他人呢？要不要打？我打。你呀、啊，哎，你的对手雷震牙是鲨鱼级的选手，半年来在台上干掉了两个高手，人家都很怕他，你会怕吗？我怕你后悔不让我打。这是气节书，你身上任何一个地方被打坏了、打烂了，医药费、复健费、丧葬费全部自己负责，不管输赢都会有奖金，我抽七成。七成啊？怎样？不打？打。各位观众，由于多利克因伤退赛，所以现在临时取代他上场的是一位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名字的选手王毅志。看来这位菜鸟要学的还很多啊。王毅志现在又从地下爬起来，哎，又到了成圈边，即将进入第四回合。我很想看看这个菜鸟能够撑多久。保留体力，头压低一点，不要老是挥拳了、
最重要的是脚要不停的动，打不过就逃。我是不会逃的。怎么了？没跟别人打过架吗？一般都只是挨打。挨打也是一种本事。你挨到第九回合，我让你打下一场比赛。真的吗？记得，第九回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雷震牙的表现威风八面，对手根本没有还击。小心！哇！各位观众，这并没有犯规啊！钟响之后本来就可以进行攻击的。那马老师，我觉得我们协会应该重新去认定这个选手的资格。对，这真的会打死人的。对，有人连规则都搞不清楚，上来挨拳呢。哇，撑不了多久。哇，这个镜头我们摄影师抓得太漂亮了。我一直要倒下了。完蛋了，雷震阳的战袍沾上了鲜血。好，比赛来到了第七回合，可以说他是身势惊人，全拳挥空。哦，看起来他已经累坏了。比赛进入第八回合，拖这么久，我相信雷震牙自己也很意外，所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哦，又要进攻了。好，比赛到了第九回合，怎么到这个时候呢？哇，哎呦，这招哇！雷震牙使出大绝招，早应该出来了。对呀、啊，这时候我们都已经回家吃饭了。胜利者这位败战的王一志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我记得这个名字了，现在。今晚干得不错哦。哎，那我什么时候有下一场比赛？等你看起来像个人的时候，我们再说吧。哎，走南，两枪。怎么样？还好吧？哟，警察啊！枪呢？没玩过真枪？哦，还没毕业没有枪。没枪？那你这两年在干嘛？我帮你拍照，看一下。要拍照？对啊，你看一下。拍到吗？哎，好帅哦！欣姐约我们明天晚上吃饭，你这样怎么见人？男人就是要点伤才叫男人。那吃完了我买单，我帮拦住欣欣姐姐。为什么不让我买单？你看起来就一脸穷酸一样啊，你不要逞强好不好？哇，哎，才一阵子不见，你们怎么好像就长高了啊？你怎么变猪头了？他没走。我现在是拳击手。拳击手？他是。哦，郑重的跟你们介绍，他叫宇轩，是我的男朋友。宇轩他在电脑公司上班，我的电脑坏了，都是他帮我修好的。而这两位呢，就是我常常跟你提起的建汉、易志，两个啊，从小在孤儿院就是我的跟屁虫。哎，你好。哎，先坐吧。哦，你们两个的星星姐姐经常在我面前说你们两个，她说你们两个。我叫叶建汉，我是警校的学生。等我毕业后，我就有自己的枪。如果有人敢欺负星星姐姐，我就用我的枪射他的脸。我叫王一志，我是个拳击手，只要人敢欺负星星姐姐，我现在就是现在一拳就可以打爆他的脸。哎，我叫梁宇轩，我修电脑的技术是我爸爸让我学的。我爸死，我不认识我爸。
我妈也死。我也不认识我妈。你们两个够了没啊？哪有人家这样聊天的？我们聊得很开心哎，超开心的，是挺开心的啊、哦，是挺开心的，开心开心。我去洗个手。哦，我陪你去。我自己可以了。嗯。你们在一起多久？啊，也没多久啊。没多久是多久？你们到积累了。小孩子，你们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什么小孩？我们很大，超大。怎么样？我们家宇轩很不会说话。欣欣姐姐，你不喜欢勇敢的人吗？对呀，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感冒了？这是被你传染的。对不起。没事没事。是音波侠。Surprise！ 音波侠，你那个超人服太丑了，尤其是那个头盔。音波侠私底下是怎样的人？看起来跟现在一样笨吗？对，跟你一样，你们都是笨蛋，都很可爱。所以音波侠只比我都有超能力。你要干嘛？这是我用初赛奖金买的，虽然我没有赢。谢谢。穿超人服特别穿内裤，当然会啊，很干净。我以为你很讨厌超级英雄。我从来都没有说我讨厌超级英雄，我只是单纯不喜欢闪电怪客。况且，就算宇轩他不是音波侠，我也一样会喜欢他吧。哎，这种感觉啊，等你以后遇到真正喜欢的人，你就会知道了。请不要替我决定，谁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人。对不起了，你平常都怎么跟音波侠相处啊？超级英雄应该忙吧？是啊，哎，我们常常吃饭吃到一半。突然有紧急状况，他就不见了。也是啦，毕竟是拯救世界了。一直你能够真心的为我高兴吗？我要超能力！我要超能力！我要学超能力，我一定要学超能力，我比音波侠更厉害。不可能！我维护世界和平啊！和平啊！我维持宇宙的平衡啊！平衡啊！你要不要回去试试？不要拉屎行不行？那你呢？你为什么会有超能力？两个字，天生。那居尔呢？意外。那为什么不能有意外？
可以，你去给他撞撞看，没死的话可能就有超能力了。爆炸后所剩下的一半超细晶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不仅成功突破多年来的谜团，同时也打开了超细晶的内部，到底里头有何玄机呢？立刻带您一探究竟。大人，你问我好吗？可以跟我们参问一下研究超细晶的突破吗？其实我们很早就发现这个超细晶内含的巨大的能量，现在我们破解了它的分子排列，我们有信心它可以成为替代能源之一，完全解决了核子能源困境。超细晶的能量我们在研究之中，现在它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会用最好的方法来保护它。超细晶现在目前是否存在潜在的危机呢？行，谢谢各位，谢谢。我们还有，你还站着干嘛？还不去找辆车撞死。嗯，世界这么大，可是只有你一个超级英雄，这样你太忙了吗？其实我也觉得自己一直以来都太忙，不是突然这有火灾，就是哪里有人抢劫。所以你不觉得你应该把你一半的超能力分给一个充满正义感然后也想拯救世界的人吗？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可以，我跟你讲，我一定会把超能力弄在。可是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把超能力给别人呢。小气。刚才几个护士超正的。是挺正的。那干嘛一定要跟欣姐在一起啊？随便哪一个都比较符合你音波侠啊。我总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人家，迟早会被甩的。音波侠哎。我就是喜欢那种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哎，马上就出现，超有爱心，善良中的极品，重点是超不正。善良是挺善良的，可是我还是喜欢稍微瘦一点的女生。哦，这个瘦善良，一定是你的天才。会不会太小了一点了？你是白痴啊！现在谁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女生呢？不过我喜欢头发长一点的女孩。长发，瘦，被你看起来超有爱心。转过来，一定超丑。头发长，瘦，可是你怎么能看得出来他有爱心呢？反正转过来一定很丑就对了。谢谢你，医生。你们两个在聊什么？我们两个没什么。我们等一下要干嘛？看电影好不好？厉害！哎，你第一张自己的海报哎。你那天很冷吗？中了，白痴。哎呦，怎么来了？死了。你的傻笑什么啦？给你看这个。噔噔，我的对手叫宫本雷藏，听说他左拳超快，右拳跟炸弹一样，砰！那不就很危险？你要来看我比赛吗？如果你来的话，我会很开心。如果他们要拯救世界的话，也是可以来了。哦，不是啦，我不想看你被打。就这样决定了。不要迟到，不要迟到，都看不到，打爆那根枪。哎，你今天晚上有事吗？没有。再过一阵子我就毕业了，
我已经在申请要回孤儿院教师实习。孤儿院？我被你团在鬼地方，你又要回去啊？就是因为觉得那里不好，才会想要回去帮忙啊。那你呢？就打算这样一直打拳击啊？这就是你的梦想吗？还是说，每天净做一些蠢事，想让自己变成超人，才是你的梦想？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想要去打拳击。就是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透过网友拍摄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居尔比以前强壮多了。英国侠也在对决中第一次受到严重的伤害，目前他的伤势还在观察当中。而现场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我们也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对不起，英国侠只想见这位小姐。哎，你先回去吧，早点休息。英国侠的超能力没有弱点，但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OK， 各位观众，本届的超级杯英雄大赛在今天正式揭开序幕，比赛还没有开始，现场已经完全的疯了。宫本雷藏，宫本雷藏，大家都是来看他的。是的，每个人都想看看宫本雷藏要如何面对这位超耐打的新人王羽智。他今天蛮灵活的，马上要爬起来了，这不就是我们要看的吗？满贯精英不断地向王羿智进行攻击，重重的劈了他肚子，又被打倒在地了。我还向满贯精英示威啊！满贯精英摔倒在地，哦吼！各位观众，这就是传说中的夺命剪刀脚嘛！左冠王使出猛烈的攻击，把王羿智打得满地爬。今天看起来恐怕会是一场非常诡异的比赛啊！拳侠一向是以攻势快速凌厉著称，但是他今天所遇到的对手王羿智却是特别不容易结束比赛。我们来打赌，今天有可能也会到第九回合。哇，又是一轮猛攻啊！满贯精英的这个周击把王羿智打倒在地，宫本雷藏根本是把王羿智的脸当成沙包在打。他又被打倒在地了，哇，他跳起来了。知道我们今天的对手是谁吗？不倒下。王羿智，我听到王羿智这个名字，我自己都要站起来了。他真的站起来了！哇，这个人从来不会倒下。哎呦，又被摔出去了！满贯精英发出胜利的怒吼。你有听到吗？场边的观众又在喊着"不倒侠，不倒侠，不倒侠，不倒侠"。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景象，每次不倒侠出赛都是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可是观众对他的欢呼好像他才是今天的赢家。九勾王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勾不动了，累了，眼看九个回合的比赛时间就要到了，不倒侠真的是屡倒屡起，没有人能够把他 KO 啊，真是太厉害了。宫本雷藏获胜。为什么大家都虚啊？现场正在嘘声四起啊！不倒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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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倒侠！这真是哇，出人意料的情况。所以现在大家都喊着不倒侠，从头到尾都在挨打。可现在满场的观众都成为他的粉丝。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怀疑王羿智那家伙得了无痛症。怎么打也不会痛，你给我用药。你看一看，不倒侠好帅哦。真的耶。
没有看过这种乱改动的便当，没什么了不起啊，请个杯啊。拳击协会最好他妈的给我去查一查。超怕的。请问是什么样信念让你坚持不倒下？这里真的可以进来吗？可以。总有一天，我站上这擂台，让五万观众看我在这边打拳，而你呢，就有个 VIP 位在那里。那是不是之后对手越强，你就会被打得越惨啊？不会了，都一样惨。而且现在是不倒侠哎，所以我不管被打多惨，还是会站起来。我知道，你害怕我受伤。怕我被打笨，但你知道吗？你站在擂台上，试着了解我努力生存下去的世界，我好开心。我感觉到自己幼稚跟笨拙都被你包容了，连我对你放不下的喜欢也被你偷偷包容了。记得到现在打过多少场比赛啊？16吧。16场，16败0胜。拳王永次郎60次出战，60次 KO 对手，他的拳头就是杀人武器，他一拳就是280公斤。他的对手从没有撑过2个回合，有31个永久残废。你跟我说这些干嘛？那你听我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只是在想，这家伙这么强。我可以在拳头底下撑多久？那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喽。我要跟他打，可是我从来没有赢过哎。你放心，没人觉得你会赢，只是大家都好奇，你每一次都能撑到最后，没有一次被 KO， 不倒侠会不会被拳王打倒呢？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拳王是厉害，但时间久了，他也会累，也会没戏。要撑到第9回合不是不可能，只要一个不会被他 KO， 不怕被他打死的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没试过用屁股吃饭？所以说。不过，拳王每次3个回合一定没气，你要跟他斗耐力。拳王多高？1.5米。体型怎么样？算结实。长头发短头发？短的。是不是 gay？ 我不是。那怎么有女朋友呢？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要一直乱问啊。好，我只教你一拳，最强的一拳。请问拳王，你对击败不倒侠有没有信心？我对打败这个小丑没兴趣，我只是服从联盟的安排。因为我觉得在不倒侠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向上的力量。我喜欢不倒侠，我希望小朋友可以学习不倒侠的精神，永不放弃，越挫越勇。我上次画画课就是画不倒侠，我最喜欢他了。拳王，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不倒侠撑到第9回合，请问您的看法？他如果想要活着下擂台，就不要期待被我打太久。不倒侠加油！不倒侠加油！小朋友。
朋友好好把你们的偶像画下来，要画得清楚。干嘛上课的时候来找我啊？怎么啦？你干嘛这么凶啊？你今天干嘛穿成这样啊？今天不用忙啊？还好，因为今天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你知道我之前跟居尔对打，我感觉到什么了吗？恐惧。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害怕过，可是那天我却非常非常的害怕。我怕我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照顾你，保护你。星星，嫁给我好不好？我不知道我准备好了没有。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吗？我可以和你一起解决啊。原来这就是阴坡下的弱点，可以用它来换另一半的操心。你干嘛啦？你不是很会闪吗？在躲啊！你到底干嘛啦？我真搞不懂你耶。你要打拳击你就好好打，干嘛跟什么拳王打呢？跟拳王打有什么不好的？当然不好，那个拳王把那么多人打成残废，你居然在凑什么热闹？我要让拳王知道，他之所以是拳王，是因为之前的对手不是我。凭你那样的战绩，你凭什么跟拳王打？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就是要让你在台上出糗的吗？哎，我虽然没有赢过，但也没有一场是真正输过的。他们只是当你是小丑，小丑。没人把我当小丑，他们都很喜欢我，他们就叫我不倒侠。你以为只有你爱得中这些拳头啊？真相就是，只有你傻到明明一点胜算都没有，还死赖在台上白白挨揍，这不是小丑是什么啊？我不是小丑。在擂台上你是，在拳王面前你就是。所以我在练必杀技了嘛。拳王很强，但我没有要输啊。就这一拳，我一拳就把他打爆。我知道能跟拳王比赛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求你，第一个回合倒下以后你就不要再起来了，好不好？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输啊？他那么强，你那么弱，所以我在想办法变强了嘛。对啊，我就没办法跟你男朋友一样强，他整天忙着拯救世界，我呢，我每天像个废物打擂台，重点是我连一场都没有赢过。哎，我就这么弱，我弱爆了，我什么都没办法跟你男朋友比，但我就是喜欢你嘛，我怎么办？就算你打赢拳王，我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我跟你说，
我跟宇轩很快就会结婚了。我没有你同情我，我也没有你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要，什么都没有跟你要。观众，欢迎来到第十四届世界拳王锦标赛。这是一场老与钝的世纪大对决啊！全世界都在关心这场比赛。只要一拳，一定可以。好，那今天我们就扛一条拳王腰带回去。钟声响起，这场万众瞩目的比赛即将要正式开始，双方选手都已进场。没有想到第一时间不倒侠就被拳王一记重脚踢倒在地。哇，不愧是我们拳王，拳王就是不一样啊，太可怕了。不过我想一脚大概是打不倒不倒侠，他一定会再站起来的。不过他有点摇摇晃晃的，看来拳王这一脚是相当重啊。啊，又来了，一轮猛攻又开始了。拳王不断的把重拳像雨点一样打在不倒侠的身上，已经逼到了绳索，危险，非常危险。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能站着呢？赶快倒地啊！拳王不断的发射攻击，不倒下回击啊，回旋踢一个。
我是不会把星星让给你的。不倒侠现在人是躺在了地上，才第一回合裁判就已经在鼓掌。等等，要站起来了。起来了，不倒侠，站起来喽！不倒侠，他真的站起来，全场的观众都在替他欢呼啊！他整个人都站起来了，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啊。经过这轮猛攻，他又站起来，真的不简单啊！时间到。好的，这个时候我想终身救了不倒侠。哎呀，躺在了地上。不倒侠，加油！好的，才短短的三个回合，不倒侠已经被击倒在第七次了。不过呢，如果他可以度过这凶险的第三回合，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啊！拳王现在继续发动攻击，不倒侠被逼到了场边。哦，拳王这一脚，一拳，再一拳！哇，现在场上的情势一面倒，这已经不是拳击赛，哎呦，圣功拳！拳王怎么不动啊？竟然静止在那边。倒下了，拳王倒下，让拳王倒下来了。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画面啊？太刺激了！陈俊连续66次击倒对手的拳王，竟然倒在地上。拳王倒下来了。阿水，哇，这也是奇迹啊！哦，刚刚这一回合真是大大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奇迹！哇，这历史性的一刻嘛！不倒侠把拳王单要陌生的第四回合，他刚才让拳王倒下。难道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一场逆转秀吗？紧张了！刚才怎么回事？他练的那招专门来对付我，我记住那架势，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下一局开始就是拳王陌生的世界，那是我的世界。对，带他去看看。比赛来到了第9回合，各位也许不相信啊，但是不倒侠已经有5个回合没有被打倒在地了。你看看我们不倒侠，气定神闲的，脚步比拳王来得稳定多了。是的，双方的体能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一段差距。不倒侠已经不在乎拳王的任何攻击了。哇，就是新拳吗？新的拳王就要诞生了吗？全体市民听好了，现在我已经挟持了本市孤儿院的所有人，让我来介绍一下这里最特别的一个人。这个女生是英波侠的爱，我已经请了英波侠到春天广场拿下编剧待命。你们愚蠢的电视台应该已经过去拍了。只要英波侠离开镜头，或是日本媒体让英波侠离开画面的话，我就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还有所有的孤儿一起。现在我要你们低能的科研中心里面的抄袭机，你们有1个小时把它送来给我。英波侠，你可别杀了你的未婚妻啊。抄袭机给他，我发誓我要把它打成碎片。把抄袭机给他，我发誓要把它打成碎片。在英波侠陷入困境的同时，我会找比拳王更重要的东西了。早啊，发什么愣？决定封锁整间孤儿院。有一条路，他一定不知道。我们还要再找一个人。知道。师傅，金钱和顾源都出事，
除了小孩都可能会死，哥哥，我们去救他们，快点。你可以放弃自己的拳赛，但是我不希望你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一定要救他，求求你，只有你可以帮这个忙，求求你，师父，拜托，师父，拜托你，只有你可以救他，我一定要救他。拜托你，师父，起来，师父，起来啊，走吧，你还在做梦啊？拜托，不要求这个废人了，拜托，你怕死，师父，师父，至少我们救不了青青姐姐，至少我们三个还是在一起。拜托你，师父，一定要救他，拜托。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戴着手套？就因为我不想再碰任何事情。我现在终于相信你再也不是闪电怪客。今天会是你最难忘的夜晚。我相信他一定会来。到底有没有开过枪啊？第一枪就献给星星姐姐。你真的很不可靠。Yeah!
吃饭再聊你。到那边你就安全，加油啊，一定要小心啊。哎，你想好丹丹怎么干掉巨鳄了吗？怎么可能，我们救星星姐姐就跑，救出来就跑。原来是你主意，我呢是有原则的人，你们那家伙骗我，竟为一些杀手段。记住，是你们的愚蠢可言中心杀了这些小孩子。还有林部长，我真的替你难过，是你人来真实背叛了你，等着替你爱人杀死吧。你真的不能怪，要怪就怪这个事。是一招力量，you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爸爸不要我，我妈妈不要我，就连星星姐姐也不要我。不被任何人需要的我，为什么会被生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在这里跟一个怪物战斗？对不起，我真的太弱了，我真的太弱了。星星姐姐，你一定在偷偷笑我吧？这么弱的我，凭什么跟这种怪物战斗？那一场爆炸，闪电怪客意外将屈尔变成了怪物。那一场爆炸，也将我们大家都聚在了一起。要不是在孤儿院被欺负，我们也不会发现地道，不会遇到传说中的闪电怪客。要不是星星姐姐爱上了银波侠，我也不会那么想要变强。要不是健康去读警校，有了那把警枪，我们也没办法走到这里。要不是闪电怪客及时出现，现在这里不会只剩巨人一个人。我发过誓再也不回来，但我现在却在这里。对了，这一切都是我爱上了星星姐姐。要不是爱上她，我不会跑去打拳；要不是爱上她，我不会苦练那一拳。我只教你一拳。我配不上她。你喜欢勇敢的男生哦。但如果超人是一种无数巧合的命运，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成为他一个人的超人。我真的很爱他，为了他，我要最勇敢。去，原来你跟拳王一样高啊。我懂了，这一拳从来就不是为了打在拳王脸上，这一拳就是我来到这世界的原因。我爱你，就是我的超能力。是。
一直你看看你，我怕有他们。那年夏天，我爱上了世界上最美的女孩。只要她对我轻轻一笑，就会一万个天使在我笑容上飞舞着。我走了，我也永远都不走了。下谁的回忆，叽叽喳喳麻雀唱着谁的谜语，你的肩到我的头发，我们终于把故事写在继续，噼里啪啦闪电带走谁的过去，密密麻麻心事带来谁的别离，你的喷嚏我的寻觅，我们约定把故事赋予勇气，你转身后我的错过不懂，你的回眸燃烧了我始终守护着你的背影，把约定统统都握在拳头掌心，跨越了无数墙壁，无数场地，无数怀疑，无数谜底，万个喧语的相遇，守护着你的背影，把自己统统都埋在童年边境，燃烧了多少梦想，多少青春，多少少离困几百命运的相遇，守护着你的背影，滴滴答答大雨落下谁的回忆，叽叽喳喳麻雀唱着谁的谜语，你的肩到我的头发，我们终于把故事写在继续，噼里啪啦闪电带着谁的过去，密密麻麻心事带来谁的别离，
你的喷嚏，我的心意，我们约定，我需要真正的奇迹，把约定统统都握在拳头掌心，跨越了无数墙壁，无数场壁，无数怀疑，无数谜题，万朵血雨的相遇，守护着你的背影，把自己统统都埋在童年边境，燃烧了多少梦想，多少青春，多少愚蠢，多少灵魂，几百